并且点击 notification bell 即时通知铃铛来收到最新的影片，好不好？好 ，cookies 们大家好。那么上个礼拜呢，我教了你们做西瓜蛋糕，就是 strawberry watermelon cake。如果还没有看的话，可以 click 上面来看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一个非常清新好吃的蛋糕，里面真的是有一层的 watermelon 在里面的哈。那么今天呢，已经靠近我们的圣诞佳节了，对不对？每逢圣诞佳节的时候，就会流行做蛋糕卷 Swiss roll。之前我有做过木头蛋糕，就是 U log cake。如果你们还没看过的话，可以 click 上面来看看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么呢，一个非常圣诞佳节的气氛的蛋糕哈。那么今天我要带你们来做另外一款的 Swiss roll cake， 就是 Hurricane Swiss roll cake， 龙卷风蛋糕卷。龙卷风怎么说呢？它的这个 cake 是由两个 flavor 组成的 ，chocolate 跟 vanilla。那么呢，会做一些的花纹，当你切出来的时候，它就会很像这个龙卷风的感觉，所以叫做 Hurricane Swiss roll。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，我们就一起开始了。好，一开始在一个大碗当中加入牛奶、植物油，然后打拌它们混合均匀。好，它们两个都混合之后呢，加入蛋黄四颗、西沙糖、少许的盐、香草精，之后继续的打拌均匀。好，现在呢，拿一个筛子加入低筋面粉，就是 cake flour， 轻轻的过筛下去，这样子可以确保你的蛋糕呢很顺滑。好，现在轻轻的搅拌，不要过度的搅拌哦，搅拌到它们顺滑，好像这样子就可以停止了。好，在另外一个大碗当中加入你的蛋白还有哒哒粉，哒哒粉可以帮助稳固你的蛋白，用机器呢打拌，打拌到你开始看到泡泡了之后呢，就停止。加入一半的西沙糖，继续搅拌。直到那个糖完全的混合之后呢，停止搅拌。然后再加入剩余的西沙糖，我分成两次加哈，你可以分两到三次来加，继续打拌。打拌到你看到它开始光滑，而且有开始有纹路了，就可以停止来测试一下。提起你的搅拌器呢，它是有一个弯钩的哈，不是完全的这个干性发泡，是有略湿性的哈。如果太过干性发泡呢，等一下你的蛋糕就很容易倒塌或是收缩。现在呢，拿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蛋白霜放进刚才的面糊当中，然后轻盈的这样子翻拌的手法来搅拌。混合了之后，就加入剩余的蛋白霜，然后继续用翻拌的手法轻盈的搅拌，这样子可以确保呢这些气泡不会被消耗掉。搅拌到这样子顺滑了，就可以停止了。
好，现在在另外一个小碗当中呢，把176克左右的面糊取出来，然后呢，在一个小碗当中加入可可粉，还有一些的温水，搅拌到这些可可粉都完全的融化。好，现在就把这个可可的加入这个面糊当中，这一层就是我们的 chocolate layer， 然后也是用翻拌的手法，轻盈的翻拌，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开始慢慢的混合，非常漂亮，对不对？那么慢慢的这样子翻拌，直到它们变成一个颜色，可可颜色，就可以停止了。好，现在用一个9×9英寸的四方模具，把这个白色或者是原味的这个 sponge cake 给倒入，然后用刮刀把它们刮到四个角落平均，然后你可以用这个 scraper， 因为它的这个底部是平的哈，这样子来刮，一面刮一面转你的模具，这样子你的那层就非常的平。那么现在用这个 piping bag 呢，来加入可可的这层 chocolate sponge layer， 这样子呢可以确保你的层次是蛮平均的在上面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来做那个花纹了。我用我 spatula 的这个尾端呢，来这样子画横线，那么没有断的哈，来回这样子晃，越靠近越好哈，它的线不要分开。好，直的画完之后就继续画横的，也是一样来回的晃。越靠近呢，它的这个里面的花纹就越细。好，现在敲一敲，把这气泡给它们浮上来之后呢，放进170摄氏的烤箱烤一个15分钟左右，烤好出来就立刻这样子敲一敲，这样子你的蛋糕才不会缩哈。然后用这个牙签来测试一下，干净就是它熟透了。好，让它们放凉，然后在这个当额准备这个奶油糖霜，我上面有食谱影片，非常容易做哈。放凉了之后呢，就把这个奶油糖霜放上去，记得不要放过多哈，放一些些之后呢，把它们平均的铺在上面，先铺四个角落哈，然后把它们刮平，在那个我们要卷起来的那个开头的地方呢，轻轻的切割它的表面，不要完全的切透啊，只是表面而已，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方便的卷起来，它不会裂。然后呢，就轻轻的用这个烘烤纸来帮助你往上卷，然后你可以用这个擀面棍来按一按，在它的一开始的地方哈，然后当它稳固了之后，你就可以继续的把它们卷起来了。如果发觉到那个里面的奶油太多，就可以把它们刮起来了之后再继续卷，把它们卷得紧紧的，把边沿都关紧，然后把它们放进冰箱1个小时，直到隔夜来定型一下。好，它们定型了之后，就可以把这个烘烤纸给拿开，记得要轻轻慢慢的。因为它非常的湿润，
它不像普通的这个海绵蛋糕哦，它蛮湿润的，所以会有一点连烤纸是正常的。好，在上面呢，我撒上了一些的可可粉，这个是可选择，你可以不撒哈、哦，我觉得撒了比较漂亮哦，盘也很漂亮一下。好，现在开始切咯，用一个很利的刀来切会很漂亮，那么呢旁边的纹路会比较粗糙一点，可能我做的没那么漂亮哦，可是中间的纹路呢越细，你看它的纹路就越漂亮，有没有龙卷风，哈哈，一丝一丝的这个啊可可的这个层次呢进来，那个 vanilla layer 的味，好漂亮，对不对？而且还蛮可爱的。我们就做好了，现在开始尝试了。这个海绵蛋糕食谱很松软蓬松，撕开给你们看看，蓬松却又不干燥哈。嗯，很好吃，一口呢可以尝试到两个口味哈、哦，巧克力的口味还蛮浓厚的，中间呢还有蓬松而且冷冷的奶油糖霜，非常的好吃。那么这个食谱不会过甜，不甜不腻。那么给你们喜欢吃蓬松的蛋糕还有奶油糖霜的，这个食谱你们一定要 try 哦。 try 了之后给我知道你的龙卷风漂不漂亮。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西瓜蛋糕请记得观看，还没有订阅我朋友请记得订阅我，记得关注我在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 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